管做什么都要有态度。对，就即便是那个再怎么痛苦，再怎么样，我离成功比较近，真的需要用最好的态度去达到。嗯，在二元年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在白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那个要不要陪我去看一下篮球？”我们到那个球场，然后是大概只有200个人吧，有4000个位置，但大概只有200个观众。然后，那是可能是玉龙对打西或玉龙对台皮这种很好看的球赛，然后可是却没有人进场，然后觉得好凄凉哦。然后后来黑人就跟我讲说，我们要做。他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12月24号，就是圣诞夜的时候，就邀请了300个那个孤儿小朋友，然后世界展望会啊，孤儿福利协会的小朋友来看，所以请他们来看，然后弄那个营养的午餐给他们，晚餐给他们吃，当作是一个圣诞礼物送给他们。然后另外剩下所有的位置，我们就开放给外面的球迷，就是可以那个不用钱，大家来就算是送给球迷回馈。球迷的一个对一个那个礼物就对了。然后那天刚好是那个玉龙对台皮，就我们就打出一个，他就到处跑去很多电视台，就是说那一天是陈西干飞人大战野兽林志杰的对战，很好看哦，希望大家来支持啊，跟媒体说什么。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亲情的这样跑来跑去啊，瞎忙一通啊，结果那一天晚上就是大爆满，然后爆炸到那个人就从外面那个要从窗户爬进来，就像挂在那个窗户上面。然后我跟黑人就是我一直看着他，他就是感动，就是这样老泪纵横，想说老泪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第一次在白馆 SBL 这么多，第一次满场就是那一天，所以我觉得上帝其实是很祝福，就是他在这个帮助篮球的这条路上吧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次因为态度要很感动，要哭了。我还好，哎呀，哭了眼眶。没有。这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一开始他要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哇，拍纪录片要花多少钱？他说大概300万。我说300万，你要不要去买一台跑车好了？一台跑车也差不多300万，开，然后我还可以坐。但后来他说不行，他要一定要拍，而且他拍这个纪录片，他不拍会后悔。那他讲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就挺他到底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到现在我看到这个成果已经出来，我觉得好以他为荣哦。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有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希望就是将来他不管做任何 project， 我都希望可以就是陪在他身边，帮助他完成。哇！结婚了啦，这个时候等什么？范范这么真情流露的口白，咱们老大可是红了眼眶呢，都感动到快要哭出来了。说如果感动归感动啊，棚内录影的进度可是没有因此停下来，想逃出认真的模样，老大给我安分一点，继续的乖乖看下去，别想落跑下楼梯早收工啊。还有谁有问题？我阿寿，阿寿，范范姐姐，我要跟你合唱一比一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对，你怎么突然？对啊，那我很突然，一比一送给老大。OK 的。那两颗心痛不爱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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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和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。想到我有太多快乐，慢动作重播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点一点更确定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点一点像罗马，一天一天建立，一点一滴，一比一爱，不经意就像呼吸，想你就是必须，你的明天我不缺席。哦耶耶耶，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。
很好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我们现在美眉们越来越会唱？强中有强手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还有谁有问题？真的，汉娜。哈娜，请问汉姐最讨厌头发哪些习惯？最讨厌哪些习惯？嘿嘿，我跟你讲，超多的，对不对？小丑，小丑，小班子。对，因为这东西我列，我最讨厌他的五项，但我列大概50项吧。我现在来好好讲一下。对对对。首先第一个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跟黑人老大一起去餐厅吃饭点餐的情况？有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：迂回，对不对？制作人，他一定会呢，先点了一个东西之后，比如说，哎呀，那个十颗水饺，然后一个牛肉面，然后 OK 先这样，然后那个人就好的，一走只要差不多2步半的时候，他就会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改一下，我就要加入那个葱油饼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那个就那个哦，就先这样，我说。好，那再加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还要再加什么什么？然后那个牛肉面先拿掉，然后等到过了5分钟之后哦，就是人家都已经要端出来，他就会说，哎，那个水饺可不可以少5颗？因为那个就是可能吃不完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回这样一直整那个服务生，我就想揍他。我就说陈建州，你快一点。我觉得这一种很凶哎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对他要耍一点狠的，对。真不愧是棒棒糖的堂主，面对咱们黑社会老大3步50凶，一下依然是面不改色，佩服佩服。还有就是，还有就是，每天逼我看黑社会。人道不好吗？这是需要，搞不好会有话题啊。黑人是每一天都录好黑社会，然后只要一回到家就立刻就是转到那个台，然后转就是倒回去，他是都 pre-program 好的，然后他就会立刻这样按，然后 play， 然后一直一边看就。然后重点是他会这样，比如说我在厕所忙活我的，或者是我在客厅，他就会弟弟。然后逼我来，就你看，倒回去，倒带回去看他搞笑的那一段，他的强迫症很严重，真的是就是很过分的，顺便再打铁去不行。如果我这时候没有在正在看他倒带回去的那个笑点，他们就会都不支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看黑社会的次数比我看棒棒糖还多，就重点就出在这。对，哎，还有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喜欢吓人，真的，他有时候躲在光景镇那个电梯旁边那个 locker 旁边，有没有？然后只要任何来宾走过来就这样吓他们，你们应该被吓到 N 百次了吧？就吓习惯了。嗯，所以这一点好不好？慢慢改进。还有，看看。哦，还有他喝水喜欢这样，翘小指，对，真的，那个丁丁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喜欢你留短头发，就会这样翘着，真的很奇怪，对啊，就会让人家忍不住。注意这些干嘛？平常我们都是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很 man